好，这年头其实也真的要好好注意自己的口腔问题了，小心你也会成为牙洞一族哦。好，根据呢临床牙医师就发现，居然有高达90%的比例已经出现牙齿酸蚀现象，像是牙齿呢变黄、敏感，甚至呢蛀牙或是产生蜂窝状牙洞的状况。牙医师提醒大家，三餐饭后就该刷牙，如果不方便，也最好呢这个呢嚼一嚼这木糖醇的口香糖20分钟，来中和口腔的酸性。